Feng Tianwei has had a brilliant career in table tennis. She has won medals at the World Championships, the Asian Games, the Olympics, and in 2022, took 3 gold medals at the Commonwealth Games. Even at 35, she managed to summon the fire within to come back from 3-0 down in the best-of-7 women's singles final and beat an opponent 10 years younger. A fairy tale finish despite age, form, and recent health issues working against her. 其实前三局的比赛当中，我自己还是有一些急躁的，我还是比较着急，因为我可能在场上，自己不太确定我发生了什么事情，然后对方又很凶猛，拼得又很凶，那个时候其实给我的时间也只是每局1分钟的思考时间，所以说我还是强迫自己，因为赛前也做了比较困难的准备，也想到了会有 大比分落后的这个情况，所以我还是强迫自己要冷静下来，然后去想一下接下来我应该怎么做。其实运动员的生活第一个比较辛苦，第二个比较枯燥，然后也比较乏味。其实我们每天就是吃饭、训练、吃饭、睡觉，然后还有按摩，当然就是有那个身体的康复。在其余的时间，我们还要 去研究一下技术录像，包括自己当天训练的自己录的录像，去研究一下第二天的训练计划。所以每一天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，其实我从学乒乓到现在已经有30年，所以这就是我每天基本全部80%以上的生活是这样。可能在其他人眼里觉得你打出了好成绩，可能这是你应该拥有的水平。 其实，在背后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，包括也受到了很多的质疑，很多的压力。你的问题实在太戳心了，可能就是你每天最多的时候不是你很顺利的时候，就是你在你不行的时候，然后你还告诉自己你要坚持下去，你相信你自己，你可以做到。这点我觉得是外人看不到的吧，非常孤独。 alone，因为你只能，其实很多时候是你自己独自在面对你的训练、你的比赛，最重要是包括你面对输赢，你面对压力，其实可能很多说，大家也帮你释放压力，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你自己要面对任何的一切。 你成绩好的时候，你赢的时候，只在一瞬间，就你接下来要面对很多很多自己需要面对的事。但是这个也是给我人生的一种成长，就是让我学会，独自面对，独自挑战，然后独自奋斗。那当然，你有了这个经验以后，所以你不会惧怕任何事情。我可能之前没有想过我会拿奥运奖牌，但我拿到了。 然后我可能没有觉得我会拿到世界冠军的，我又拿到了。包括这次最明显的，我跟曾坚0-3落后的时候，我也没有想到我可以赢到最后，我只是在坚持认真的去做每一分而已。但我又赢了，就是这种感受。我其实还没有为了我的这些成就而自豪，我是为了我自己会一直努力，没有放弃，就是遇到各种困难没有放弃而自豪。 其实我的人生，也没有算是有多大的成就。我希望这只是我一个人生的一个开始吧。我希望自己能够，就是以谦卑的心态去走好后面，人生的每一个阶段的道路。